虑感觉不舒服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还是看到的那个那个上前面的患者啊，那个患者啊，还是看到那个肿瘤的患者啊，还是看到那个肿瘤的患者啊，还是看到那个肿瘤的患者，他总是心里有疑惑啊，他有各式各样的疑惑啊，他心里有各式各样的疑惑，即使现在已经好转了很多，他还是有疑惑，他疑惑在哪里呢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疑惑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疑惑，他虽然这是病了一场啊，他也感觉到很多人在关心他，他很多人在关心他，但是总感觉到这个世界捉摸不透，总感觉到这个世界捉摸不透啊，尤其是自从林派以后啊，文派以后是确实当天就觉得自己清爽了，非常清爽，但是也给他带来的那个困惑在哪里呢？他觉得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好像错了啊，我们认识这个世界错了。现在他的脑袋里面总是想到一件事情呢，到底这个其他部分的人认识的这个世界是对的呢，还是其他部分认识这个世界错了呢？这个让他一直在纠结。他也是就在看自己的病情的变化啊，看自己的变化，随着病情的变化以后，他越来越觉得，这个世界，绝大部分的认识是错误的啊，只有极少数人认识是对的啊，但呢，他也不知道说这个绝大多数的人呢，还有这个极少数的人呢，你说这个极少数的人，他也许身体会变健康，但是同人的关系可能就，糟了啊！当初为了接受这个灵牌，不是说信任的灵牌还是什么，他是退不了这个人群，因为人家很多人，因为人家来，叫了人到他家里来，接受了，要帮他，就这样的情况，他盛情难却。身体难却才接受的，但这一次啊，在初月里头确实看到效果了，他现在，反而觉得，那个，身体难却，还是那个效果这些，自己变有点难把握了啊、这一次啊，幸亏啊，是看到了效果了啊，如果这次如果没看到效果的话，他也不得不接受，为什么？他觉得人家在帮助他，在帮助他的时候，不管有用没用，不好意思拒绝。幸亏这次起了作用，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在被动的接纳，包括那个圣母玛利亚和耶稣之类的，他都是在被动的接纳，他觉得不接纳，不接纳的话啊，就相当于，会断了人际关系啊，不接纳的话会断了人际关系。我现在要告诉你一句话啊，对这些接纳和不接纳，同人际关系没关系啊，同人际关系没有关系啊！你尝试到你自己下决定以后，说到这里的时候，头脑稍微还清醒一点啊！你尝试自己下决定，不要因为那个人情难却啊，不能推脱。被动的接受，但这一次啊，虽然是被动接受了啊，但是确实也起到了好的效果
但也所以啊，他这个更搞不清啊，这点是没有矛盾的地方，也没有相关性。哎，你也不用纠结这个事，我们先暂时把它放一边去啊，放一边去，等你身体好了再说。等身体好了以后，哎，找个时间专门排啊，哎，找个时间专门排，这个要理清楚啊，把这个事情理清楚。哎，这个事情要你自己出面理啊，要自己出面理，人家还帮不了你啊，这个事人家还帮不了你。好，这个事情还帮不了你，所以啊，对，慢慢，这个我有回来的期间了啊，人看到人在海边上啊，人在海边上，对，下次你要自己想出去，也不用通过中间的，你比如像林牌，你直接找他联系啊，我想拍一下，要解决一些困扰我的问题，哎、啊，这样就行了，哎，这样的话脑袋一下子就清醒了，对，自己下去就，而不是。被人家推到下水井，被人家推到下水井的时候，有时候就，感觉没法拒绝啊，哎，应该这么一回事啊，这么一回事，好，慢慢，这个信息啊，从我这个推走，还给他本人啊，还给他本人啊，还给他本人啊，好，再见了啊，再见了。